明天就是 TFBOYS 队长王俊凯的十七岁生日了。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在这里，所长祝小凯生日快乐，永远快乐。所长在刚刚公布的王俊凯十七岁生日礼物中，不仅看到了满眼的钱钱钱，还有粉丝们的强大策划、推广、执行能力，从头到尾包圆，还落空全方位豪华应援。首先，粉丝们集资包了小凯家客流量最多的地铁整条线的广告，时间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五日，费用1000万。看着王俊凯号穿梭全程，真是风驰电掣、炫酷拉风。不仅如此，上海迪士尼的皇家宴会厅被好粉们包下，北京水立方也被好粉们包下。21日，四面环绕进行王俊凯生日主题灯光应援，还有，台北的很多公交、地铁、电视，在9月19日到9月25日，全天滚动式生日祝福，这可真是要为世界安利你啊！韩国宏大地铁站和被称为青春巴士的273路公交车，全都有他的生日祝福。日本银座线新桥站出口屏也被王俊凯粉丝承包。说完亚洲，再看看欧美，美国纽约时代广场11块大屏幕滚动播放生日祝福，广场上还将举办盛大 party。这还不够，冰岛的报纸也被饭们投了广告。小凯这是要红到北极圈的节奏啊！说到这儿，也许你已经惊叹无比了，别着急，以上仅仅是陆地应援，王俊凯的粉丝为他定制了处女星号游轮旅行，配备 VIP 专属登船卡，专属海上服务且终身有效。这个游轮的豪华程度堪比行走的5星级酒店。说完海陆，再来说说空中，粉丝们租下私人专属飞机，在长沙环城飞行，创下了国内首例粉丝独立直升机应援。看宣传海报上的那句“英镑、美元、法郎，一路护你成王”，不禁让所长感慨：小凯家粉丝的颜色是土豪金。三角智利的王源，2014年，他的粉丝进行摩天轮庆生祝贺，买下 YouTube 的主页旗帜广告，在多地 CBD 商圈投放巨幅大屏视频。2015年，粉丝们定制了10万张登机牌，从重庆江北机场飞全国45条航线，都使用了王源生日登机牌。紧接着，在首都机场定制了600平米的 VIP 专属个人主题休息室，包下了纽约时代广场的 LED 大屏。三角智利的易烊千玺，他的粉丝送出的生日礼物，大到乐器数码产品，小到衣物鞋袜，周全的像贴身管家。去年粉丝为他定制终身有效的环游世界机票，卖了一栋北京的观湖别墅，还以易烊千玺的名义通过 WWF 领养了一只北极熊，为他的家乡捐款10万元，建设爱心跑道和爱心书屋。说到粉丝们的豪情壮举，所长根本停不下来。鹿晗生日的时候获赠海量好礼和演唱会黄金鹿晗式应援，李易峰的粉丝以他之名包下一片杏林帮助贫困孩子等等等等。这些财力、智力、执行力三足鼎立的粉丝，不仅有钱，还手握丰富的人脉关系。以这样的实力，有人觉得追星都是屈才啊，劝他们创业。其实有时追星也是一种事业，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外人说我们是脑残粉，我们不在乎。路人不会因为一块 LED 广告被圈粉，但业内人士会深究，他们决定了偶像的资源和曝光度。我们的目标是投资商，是业内人士，我们要做到现象级。这番话值得深思啊。千言万语咱们又说回来了，王俊凯17岁生日就集齐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世界级豪华祝福。明年18岁成人礼的场面简直不敢想象，为爱豆倾尽钱包，还烧干脑细胞，粉丝才是第一生产力啊！刘翔和五杀结婚的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在一片祝福声中，昨天全民星探爆料了一组疑似刘翔父亲反对儿子与五杀在一起的短信。此前，一位自称是五杀昔日的队友还爆料，五杀曾在和古涛恋爱期间劈腿富家男，这料够爆炸啊！对此，五杀在微博晒出律师函，说自己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贬损，纯属捏造虚构，无中生有。随后，刘翔也转发这篇律师函，坚决捍卫爱妻。所长不知爆料者的用意，但是用心肯定不良啊！今天不减肥，明天张惠妹，这是多少妹子曾经的减肥誓言，现在重提似乎更应景，因为阿妹又胖了。最近出席活动的阿妹分子发色相当抢眼，两名保镖贴身守护，浑身黑色装扮搭配墨镜，但黑色显瘦这条真理却在阿妹身上失效了。看着阿妹的背影，感觉她在发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背影圆成了球。都说背影时常伴随感伤，但阿妹的背影伴随着死状。每一种感情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比如杨洋、李易峰在《盗墓笔记》中的拍档情，再如他们在电视剧《小时代》中的满满激情。最近有人扒出，当年剧版《小时代》中，肖奈大神不见高冷酷炫，而是翘兰花指、戴美瞳、扭屁股，一言不合还扑倒男主，上演强吻戏码，真是妥妥的长见识了。居然还跟李易峰扮演过同性情侣，当然了，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只是苏章怎么感觉这满屏的 CP 感都要流出来了呢？
前不久，美美与抖森的三个月的高调恋情正式画上句号。吃瓜群众连他们的分手的原因还没搞明白，这边疑似美美的新恋情就又曝光了。对象是28岁恶灵缠身男星扎克埃弗隆。其实他俩恋情的传闻早到4-5年前，网友不淡定了，打赌半年之内必分。对此，搜查想对美美说：接下来不管和谁在一起，咱先把前男友抖森的歌出了可好？最近网上爆出猛料称，蔡康永执导的首部大荧幕作品《痴痴的爱》不但有闺蜜小 S、林志玲等人倾情相助，国民奶爸贾乃亮也将一起出演，出任第一男主角。对，去掉你满脸的黑人问号，你没听错，就是贾乃亮。据说这部戏讲述了女明星上官弟弟因特殊情况被迫到餐厅打工，后来决心要考上侍酒师执照。上官弟弟的决心让餐厅大厨也决定要帮他一把，两人对彼此的感觉也逐渐升温。这样一看都是套路，但如果那个餐厅大厨是贾乃亮的话，所长此刻的心情还真是不可描述呢。因为在《爸爸回来了》里，贾乃亮可是暗黑料理界的高手，厨渣如何辨食神，敬请期待。好了，说到这里，今天的问题又来了，你们都怎么追星呢？大致算一下给自己的偶像花了多少银子了。搜索微信公众号所谓娱乐，参与互动就有机会得到神秘礼物哦。所谓娱乐，不看你就 out 啦。Light up, light up.